而且我是有老公的人呢。啊？老公？你？我？就是你，带我回家。吴老师，你太醉了，我送你回家也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小心我老公打你哦，打你！好，算。王好运，你没看到我喝醉了吗？带我回家。那我又先送吴老师回去。今天谢谢大家。对，太醉了吧？我老公啊。还是我们一起去唱歌。没有，你赶快回去。哎，王老师怎么会知道吴老师的家住哪？对，他怎么知道吴老师家的地址？的人呢？带我回家了。那我们俩叫车，叫车去。你，我，带我回家。还是我们一起唱歌？对哦，可以装醉。吴老师这招真够狠的。主任，主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可能是酒气冲上来，好晕哦。你不会喝不要喝那么多吗？哎，来钱。来。等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续他好了哈。季老师，帮我送主任回家哈。好，拜拜。走，那边比较好拦车。阿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主任，小心，啊，没有办法，没办法，冷静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哎，阿信，喂，真的好晕，主任，真的好晕啊，天啊，怎么这么晕啊？好晕，哎，主任，好，我怎么那么严重了？冷静，深呼吸。主任，不想我帮你叫个计程车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么冷，万一你又肾风的话，你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看起来这么不舒服，应该要赶快回家洗个热水澡，不是吗？回家洗澡？啊，对，应该要赶快回家洗澡。主任。你看起来好多嘞！啊，没有，太晕了。小心，冷静。太晕了，好晕。哦，天哪，深呼吸。这个反应才对嘛！我这种人间尤物，我就不信你不会动心。我阶梯要你看好，有阶梯，来，慢慢的，不急。王少爷，我在。
醉了屁呀、啊！你干嘛要出现在我梦里？这样有危险。去去去！醉了？没有喝醉。脚架会扭到了，来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 teacher。你知道 teacher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就是成为学生的榜样。所以我现在要走直线。好，直线，直线在这里，直线。走直线。哇！怎么又是你啊？是你叫我送你回家的，想起来了吗？是、啊。那你送我回家。好，我送你。放开！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，我可以的。我们去穿漂亮的泳衣出来好不好？带去换哈。怎么又是你？我的眼睛高高的值得自在写下钢铁般的方法，我最讨厌的嘴巴怎么会听不，因为你每次都说让我伤心的话，不要再彼此伤害，却在下一秒钟就全盘推翻。王浩南，难道这是我们所谓的爱？为什么婚礼那天你不出现？我们才有未来，未来。你为什么要搞失踪？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吗？要紧要陪你一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人头迎着光学着爱，你知道我很爱你吗？怎么会停不下来，说不要再彼此伤害，却在下一秒钟就全盘推翻，难道这是我们所谓的爱？改变现在，我们才有未来，未来才有光彩，因为我们用爱结伴，爱深到海。我是不爱你，我是不能爱你，也没资格爱你。希望你过得好好的，你没有我，你会过得更好。
乔丽，